家己吼，哎，莫一直顶调的，哎，该透气就爱透气一下咧，哎，让它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什么？有点缺氧。有点缺氧，吼，安尼会当个，你会当个透落一下咧，哎，喘气一下咧，安，哎，对对，安尼有加足舒服的吼。啊，无等下手甲浮尿，我都唔知要安怎咧。加老虎啊！哎，对，我爱你浮起来咧，吼。来，感谢咱的奈安排一首咱的好听的歌曲了吼，咱来比较抒情吼，有意义的歌曲。落雨声来送予咱的好朋友啦吼，啊嘛希望咱的好朋友拢总会当来加介意，啊即马咱的奈儿啦吼，甲咱的好朋友请安问好一个电话来。小弟弟，今晚要开见，什么么出来，红豆带点的星子会当好运你你来。谢谢拢总会当大吉大利，会当大发财哦吼，来谢谢感谢吼，也要讲好话嘛，婆婆声了吼，啊咱的观众对你袂歹了。哎呀，无拢普通是拢是唱歌才有娃娃声尔，啊拄过拄只有认真听你咧讲好话的款，或者来甲你掌声鼓励一下咧吼，会甲咱鼓励一下，咱好朋友的鼓励掌声然后，就是咱的水果店最大的动力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不是钱才是最大的动力吗？两者都有，两者都有，我是讲应该是钱较重要，但是娃娃声嘛是同款啦，哎，咱听到娃娃声吼，咱的心情就感觉会较安尼较舒服安尼，会感觉讲吼，表示讲咱的好朋友有咧甲咱注意。哎，才会甲咱拍波啊咧，啊有当时若无咧注意，咱包但是不是，若无一定讲吼，波啊声才是咧甲咱注意。你看咱头前面咱的好朋友吼，哎嘛拢注意咧甲咱看，注意咧甲咱听，哎做认真听咱咧讲话嘛，做认真听咱咧唱歌。所以咱的每一个水果娘啊吼，拢家己爱较认真者，因为咱的板面长啊吼，会使讲安尼吼，老人一定做侪工的呀。哎，所以水果娘吼要使出吼我们的浑身解数，哎表现较无同款的。我来小何。